变成这样啊？我看大家拍手都是很温馨的画面啊，什么？不知道做错什么事情，奇怪。算了，下次再研究一下好了。然后，对，因为今天这一场演出，其实我是非常开心，就可以跟很多很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起在台上，在同一个台上，可是没有一起在这个台上，然后跟大家就是跟大家玩乐这样子，讲一些没有什么营养的话什么的，对，然后。因为等一下还有一些事情要赶着走，所以希望大家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的脸书可以去找一下那个最近垃圾话大赛，反正我想你们应该很多库存可以抒发一下嘛。我那天我看到那个超好笑的，因为大家就在讲那个垃圾话大赛啊，然后因为我那个聊天机器人一次只能让你输入7个字来写，就是你输入你要的字，然后那个机器人就用我的那一套字体把它写出来，丢一张图给你，然后用那个图来参加垃圾话大赛，然后就有一个人，他的那个那真的超废了，然后他就写我姓张逗点之肮脏。我就觉得真的好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我姓张，直昂张，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就突然中了，就是你可能听过什么，我是那黄先生，草头黄草先生，就你可能听过草头黄草先生的，可是我姓张，直昂张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，我就觉得好新奇，好开心哦。然后还有人什么就想说什么，哇，就是你好会养孩子哦，3年都可以把孩子养到3岁了耶，不然嘞，就是好多这种，你们就如果就是课余压力大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就是靠这个不知道的片点赞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然后，去年发了一张单曲，前年发了一张单曲，大前年发了一张，今年发了一张单曲，去年发了一张单曲，前年发了一张专辑，然后2014年一张，2011年一张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些歌。那现在要唱这一首歌是今天最后一首歌，是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，那首歌叫做《其实没有那么寂寞》。那今天有这么多人在这边，希望你们玩得很开心。最后再次感谢大家，我是廖文强，谢谢你们。这首歌《其实没有那么寂寞》送给大家。